就要大家跳起来，天后阿妹张惠妹又重回小巨蛋，原来是金控庆100周年举办演唱会，特别请到阿妹让她投度共蛋。开场就大唱跳进来，但张惠妹当然还是好好守规矩。张惠妹4年前遭小巨蛋封杀，这回成功登场还自嘲不能唱3天3夜，还是可以唱唱跳跳，万名员工跟着嗨翻。加速狂欢，小巨蛋跳起来！接连演唱好几首嗨歌，从2015年的张惠妹条款后，透过不同方式登上小巨蛋。三立新闻杨玉勋罗湘台报道。